总有一天，你们都会被拯救。你自己割的，有没有很痛？想痛有很多方法，这种最笨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现在的生活是会带你们找到目标，还是空虚、毁灭、没有答案？木奇，我现在很好，祝你幸福。要不是我有遇到本身老师，我现在应该更惨。我只是一个吃过很多苦，终于明白人生真相。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现在的生活是会带你们找到目标，还是空虚、毁灭、没有答案？只要我还活着的一天，这种事情就一定会停止。你自己割的，有没有很痛？想痛有很多方法，这种最笨。祝你幸福。这不是在电视上看到那种生存游戏，我们是为了活下去，好好的活着，活着更像个人。你们不再像我证明，你们在跟天地、跟宇宙展现，你们不一样了。人只要一接近幸福时光动力会，不是消失就是死亡。现在跟着我念诗词，也比困在地狱好。你愿意与西格玛教风雨同行，生死相随，并把它当作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，谨守对我的命令吗？我愿意。总有一天，你们都会被拯救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。